干啥呀？我说你给我坐这儿。你都坐这儿了，我往哪坐？你抱我呀。你坐着。你给我坐着。有事说事儿呗。你说说，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跟着我？不知道啊。啊？不知道啊。你告诉我，我不跟别人说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为啥老跟你。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哟，你就说说吧。不要。你说出来，给你点好处啊。你太瘦，硌得我疼啊。你太瘦。你给我好处，你说你，我看你也没带啥呀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这个如何？太刺激了。你说我啥也没说，他就给我来这个，谁能受了这个呀？受不了啊。那你就说说嘛。我说说啊，我为啥老跟着你呢？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一天到晚的？是我告诉你，不着急好不好啊？你呀、啊、我怎么样丢三落四，我就天天跟着你呀、啊、我就能捡到点啥。那你捡到啥？捡啥？捡我今天我捡到来一这个，我还想要这个。你还要？还要？还要是吧？还要。那我送你两个字。好。滚！不，你这是一个字。滚开！啊，对了。